大家好，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MySQL 中的视图。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内容，我们打一课件，看视图。我们一共呢，从这八方面来学习视图。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视图。其实呢，视图就是存放数据的一个接口。视图是存放数据的一个接口，也可以说是虚拟表。为什么说是虚拟表呢？因为呢，它不是单独的一个物理存储结构。那这些数据可以是从，也就是视图中里边存的数据，可以从一个或几个基表，因为每个视图对应一个或多个基表，这个基表呢或者是从一个或多个其他视图中这样然后创建的数据，是这样的。当然视图里边数据呢也可以是用户自己定义的数据。其实视图视图里面呢不存放数据，其实因为它是一个虚拟表吧，视图里面不存放数据，它只是一个有个架子，但是里边没有实际的内容，数据还是存在，还是存在哪里边呢？基表里边的，就是原来真正那个表里面的基表里面的。当基表数据发生变化，那么影响视图里边的数据，视图里边数据呢也随之变化。当视图里边的数据变化，那么基表也会变化，咱们一会儿再看它作用。咱们先创建一个基表，咱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打开命令行，连接 mysql-u-root-p12345-6。好，咱们这里边新建一个数据库吧 ，create 创建 database 创建 database 数据库，比如说咱叫细说 PRP。DB2 这个库，原来有个系数 PPDB 那个库嘛，然后使用这个库，你看进来这个库，现在这里边呢是没有表的，你看是空表的。假如说我在这里边创建一个表，比如说创建学生表，里边有个 ID INT 非空自动增长，然后组件，然后学生呢有 ID， 有学生的名字，比如说30个字段长度，有学生的年龄整数吧，有学生的性别，我这也用 VX， 比如10个字段有学生的联系方式，比如说 email 60，有学生的电话，比如说我用叉，这块是20。假如说这样的一个表创建完了，你看 DSG 看看这表结构，这才是真实的表。怎么能看出真实表？我们可以看到，在数据库创建目录下，比如说MySQL 下边 Date 目录下，你看就有一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细说 PRP DB 这个库，这里边呢有一个表 Student 表。
有这三个，专门这个是存表结构的，存表数据的，存表索引的三个文件，这是默认表结构。那么我们针对这个表，比如说我先插入里边一些数据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 student 选上这个表里边，比如说我只插入名字、年龄、性别、email 还有电话，然后值，你看啊，假如说名字叫做张三，然后呢年龄十岁，然后性别男，然后呢 email aacherrybbb.com， 然后电话随便写一个值，当然我这里边一个值是不够的，比如说我再传入李四二十岁，然后女，这块嘻电话随便给一个值，只要里边有数据就可以，比如说我传入四五个值吧，王五三十岁男，然后 DDD 电话，假如这个我再传最后一个值，比如说 admin 50也是女吧，然后EE 126，好，保存。那么看一下这里边，当然存数据小没有变化，那就拿这个数据，我针对这个表，假如说你看我创建一个视图，你看我怎么创建啊，咱先了解一下视图是不是真实的表还是虚拟的表，咱们来看一下 CREAT 创建，使用这语法，创建视图用的语法 VIEW， 原来咱们创建表 table 跟上面对应一下，这是创建视图 VIEW。 创建视图呢，当然了你也可以有什么，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字段，比如说，但是我必须得起视图名，一会儿咱们详细的起字段的时候咱们再写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创建视图STUDENT 学生的 VIEW 学生视图，看看这个，我这块跟那个表名，它不要跟表名重复啊，是不能跟表名建一样的。然后作为选择星，从得指定基表，把基表的所有字段都取出来 ，from 从 student， 你看从学生表把所有字段都取出来，然后放到视图里边。这回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只产生了一个文件，就这个。专门存视图结构的，像这样存视图存数据内容还有存索引的这两个文件压根就没有，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表，如果真实表的话它也得需要这两个文件，所以它只有一个视图的结构，是一个虚拟表。然后咱们从这个视图里边，你看就是一个视窗 from 从 student VIEW 里边，你看跟表操作一样，我可以从视图里边把这几个数据取出来，你看我从基表里边 from student 也可以把数据取出来，这俩是一样的。然后视图呢，你看我也可以只取年龄和性别 from 从 student VIEW 里边，你也可以取这两列。那视图发生变化，基表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刚才插入这个值，你看啊，我现在把这个换成是视图，我往视图里边发生变化，比如 VIEW 也存这几个字段，但值我就变了，比如变成 Hello， 然后年龄这块比如说33岁，然后 NAN 男，然后这块呢是YYY 电话，你看啊，一行九，好。现在你看一下，我查看一下视图 from 从 student student VIEW 视图里边，你看一下能看到 hello 这个记录。我往视图里插入的，你看基表就是原来的那个 student 表发没发生变化 ？select 星 from 从 student 从 student 表查一下，你看也发生变化了。现在我对基表去操作，比如说我还插入一条
按照那个，现在是最基本操作的。你看我电话，比如说变成999，然后 email 变成 xx， 然后 nan 男，比如说55岁，54吧，然后这块假如说 aaa 用户，现在我对基本查看改变数据了，我只是用一个插入 from 从 student， 现在我查看是基表，你看有了第六条记录，现在我 select 星 from， 我再查一看，你看我再查一下这个视图，你看视图也跟着变化，也有 AA， 同样更新语句也是一样的，比如 update 更新更新视图 student， 跟表操作的很相似，视图，然后设置比如说名字 name 等于假如说是 mmm， 然后 var 条件 id 等于6的，我把它改掉，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查看视图，你看变成 mm 了，我再查看一下基表，查看基表 student 这表，你看也变成 mm 了，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刚才可以证明视图是一个虚拟表，因为怎么证明呢，我们这块只有一个表结构，没有真正存内容的东西，所以内容还在基表里存着，就是刚才那句话，数据呢是可以从，刚才咱们是从一个表里边，基表里边获取的数据，当然也可以从多个表获取数据或者自定数据，视图不存在数据，数据还是存在基表里的，所以基表数据发生变化，视图里数据也随着变化，视图变化，基表也变化，这就是视图。那咱们了解视图了，那咱要知道什么？视图的作用，为什么要视图啊？就像我刚才见的，有的说没意义啊，你能看出有什么意义来？操作视图和那表不一样吗？那么咱就看它意义在哪儿。你看一下视图的作用，我总结视图的作用呢，主要有两点，是我喜欢使视图的地方。比如第一点就是，视图可以让查询变得更清楚。可以让查询变得很清楚。什么叫查询变得很清楚？也就是或者说让复杂的思考语句变得很简单，或者叫做复杂的思考语句变得很简单，很简单。那怎么个很简单法，或者怎么样试图变得很清楚法？比如说我这块有一个图片，你看一下，专门截了一个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假如说我有三张表的话，我想从三张表里边的每个表都取出几个字段，咱们形成联合查询，形成这样的数据。如果我不用视图的话，每次要这样的数据的话，我应该都自己写一个很复杂的思考语句，在 PRP 里应用或者说在 Web 里应用的时候，我也要写一个思考语句从三张表里边查出来，但是我现在如果用视图的话，把数据查出来形成这个临时的一个虚拟表，那这样我在其他的应用当中，我只要用到视图就是用到这个复杂的思考语句了，就变得很简单，很简单了。比如说这是学生表，我再插入一个六条记录对应一个学生成绩表，创建一个表，创建table， 我现在创建表不是在创建视图，比如说成绩我就分表吧，学生成绩表里边有一个自己的 id int not 非空not 非空 auto 下划线 incremint primarykey 组件，然后存一个学生的 id sid int， 就存这个学生号，它俩得关联呢，然后学生 id， 然后呢存一个比如说 PRP 成绩 PRP 分，我加上 PRPC 加了分，当然这块我得加上一个字段，比如说加上一个类型，是整形吧，大不行吧，然后Java 分，就用 Java 系代替，我怕是关键字，然后 Oracle 分，
Arcosy， 然后 DOUBLE， 你看我就插入这几个跟上面表对应，这里面两个表是有关联的，然后 DESC 看一下 SURIE， 能看到这个结构，然后咱们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插入到SURIE 这个表里边，插入哪几个字段 SID 字段，然后呢 PHPC 字段 JavaC 字段，然后 OracleC 字段，然后值，你看 SID 第一条记录，也就是第一个学生对应的PHP 分，比如说是88分，Java 的分77分， Oracle 分66分，好，第一条记录。然后第二个人的分，假如说99分57分76分，然后第三个人每次都得改一下，但是你用 Web 程序的话做起来添加数据就比较方便了，我是随便写个数据啊。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一一对应的，第五个人，刚才那表对应的是六个人，这张数据再来最后一个，哦，写错了，刚才已经直接写六了，少个五，那咱们对应第五个人的，四，二，好，查看一下这个表，星 from 从这个分 SURIE 这个表里边，再从学生表里边查一下，星 from 从 STUDENT， 你看这两个表，人和这个 SID 和这个学生表里边 ID 是对应的。那现在我想做这两个表一起查，想知道某个人，比如说张三的，他的年龄、email 和他的 Java 和 PHP 的成绩，那我该怎么查呢？你看，我得用 select from 从哪里呢？看一下啊 ，from 从，这里边从 student 从这个表。假如说我做一个变量 A， 给它起个别名 A， 和 SCORE 这个表给起命名叫 B， 两个表，然后加上外置条件，让 A 表里边的 ID 等于 B 表里边的 SID， 也就是他俩让它一对一的关系嘛，全取出来，然后开始你想写哪个字段，比如说 A 表里边的名字， A 表里边的年龄，还有 A 表里边的逗号 ，A 表里边的 email 和A 表里边的电话，然后还有 B 表里边的逗号 ，B 表里边的B 表里边，比如说 PHP 成绩 ，PHP 我那个 B 表里边我看做的字段是 C，PHP 成绩，所以 PHP C， 还有B 表里边的。Java C， 还有 B 表里边的 Oracle C， 你看一下查询，你没发现这个查询很复杂吗？那么我不管是在哪个地儿应用，我想从两表里边查出这样的信息，我都得这么做，这只是两个表，那么像这个图画的三个表呢，取出部分信息呢，你也得使用的这样的SQL 语句，这叫多表查询。如果把它变成视图，你再看一下同样的这条语句，我把查出来的数据创建视图 CRET 创建 VIEW 视创建视图，起一个视图名，假如说我叫的视图叫做STUS 学生成绩 C 吧， STUC 视图名就这个 AS 是创建视图，然后这个从基表里边取出来创建视图。好，你看一下，我现在再查询，每次在或者在外部开发里或者在什么时候，我只要 STUC 用到这个视图就可以了，也可以从这个视图里边，这个视图就是一个临时表啊，你看一下，我从这个里边看一下，你看刚才是这个三个数据，现在有个 STUC 这一个就是一个视图，它就包含这三个表里边发出的一些临时信息，也可以从这里边取出部分字段，比如说取出名字、年龄 from 从 STUC， 比如说名字、年龄，因为它不是真实存数据的表，
所以呢，真实的表还是在这两个表里存着，和这个 P2P 成绩，你看一下，从这里边我就可以了，也可以加上 WAR 条件 ，WAR 条件，比如说P2P 成绩大于70分的，你看大于70分的，这就是一个视图的第一种用法。视图可以让查询变得很清楚，变得很清楚，就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如果数据是存在多张有关系的表里边，那查看数据的时候呢，你就要写上联合查询语句了。那咱们就换上视图的方法，就把查询的语句放到了视图里面，这样查询起来是不是就很方便呢？对吧？这样的话，就使用视图呢，用户就完全不需要关心后面对应的表的结构了，还有关联的条件了，还有和筛选的条件。那对于用户来说，已经是过滤好的符合条件的一个结果集了。这视图的第一个作用。那看视图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应该说是叫做保护数据库，或者是保护数据，保护数据库的重要数据，就是保护数据，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数据，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数据。那怎么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数据呢？比如说，你看基表里边 ，from 从student 学生这里边。现在假如说这个学生的电话我不能说随意暴露出去，因为暴露出去有可能有一些什么非法的机构啊，就给学生这样打一些骚扰电话，或者是比如说你做一个员工表，员工的工资和奖金是不能公开的，或者一些商业的数据库，卖数据库的时候，如果他给你这个一个表的访问权限的话，那这个表的所有字段你都可以获取到。但是如果我做成一个视图给你，让你只有访问视图的权限，而没有访问基表的权限，这样的话我让你看什么，我就把东西放到视图里边，你就只能看什么。比如说创建VIEW 视图，假如说叫做 STU， 假如说是STU2 的一个视图吧，然后 SELCD 选择，比如说选择name年龄、性别、email、from 从哪个里边 ？student 里边少了一个关键字。你看一下，这样的话，我现在只给你哪个权限呢？只给你 stu2 的可以查看的权限，这样数据就变得安全了。假如说我给某个用户这个权限，他只能通过查看这个 stu2 这个视图来获取数据，那获取的数据呢，他不管怎么获取他都获取不了电话，而基表里边存在着电话。假如说这给第二个用户，假如说给其他的用户，你看我再创建一个视图，假如说创建一个视图三，看一下，我不让他看，不让他看这个人的年龄，假如年龄是保密的，这给另外一种人去看，让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年龄，也不知道他的性别，只知道他是一个学生，然后呢，但是我知道让他知道电话，你看一下，又忘写了 as， 然后这回呢，假如说另一部分人，他就能只能看 stu3 里边的数据，他只能看见这三个字段，这就是保护数据库的重要数据，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数据，这就是比如说，假如你帮别人开发一个系统，但是呢，你又不想把真正的表暴露出来。那这时候呢，视图呢，是不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呢？对吧？这是视图能保护数据，你让别人只有读视图的权限，没有读基表的权限就可以了，这就是安全性。那使用视图的用户呢，只能访问他们被允许查询的一些结果集，对表的权限管理呢，对表的权限管理那并不能限制到某个行某个列，但是呢，通过视图就可以简单的实现。其实呢，还有一些像视图的作用，比如说像数据独立啊，就是一旦视图的结构确定了，那可以屏蔽表结构变化对用户的影响，
比如说原表增加列，那对视图呢并没有影响。那原表修改列名呢，则可以通过修改视图来解决这个，那不会造成呢对访问者的一些影响，这都是视图的好处。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视图的作用。那我们来看一下重点，第三个问题，如何创建视图。创建视图呢，我们就得知道创建视图的语法，你可以查手册查看到，我们也可以用受CREAT 创建 VIEW 这种方法。哦，错了，不应该是受是查看表的。咱们看一下问号 CREAT 帮助吗 VIEW， 然后一晃而过了，咱们找一下上面的语法。嗯，这里边没显示下，这个帮助太长了。可以看到这里边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你看一下啊，它的语法在应该是在最上边，它一晃而过了这个问号的帮助，我这里边显示信息不足。看这里边它有这么几种类型，看到这几个类型咱们就知道，我直接给你写吧。你看创建视图的语法， CREAT 创建这个关键字，然后中间呢可以是假如说这是创建，如果原有的话你可以替换，那 REPLAC 这是可选的，你可以创建并且替换，如果原来存在就替换掉，这是这个语法。然后还有一个可选的属性，就是因为视图是分类型的，就使用这个值 AL GORITHM， 那它呢一共有三个值，这三个值呢有这个值 MERGE， 还有临时表的一个 TEMPTABLE， 还有如果默认的就是第三个 UNDEFINED 未定义的，使用这个。然后呢是创建，然后就是 VIEW 视图，然后视图的名字，你一定要给视图的名字。然后视图名字呢也有可选的，可以直接给出来什么，给出来列的就是字段列表，或者是叫列表，然后 as 这后边写上就是选择其他的，从基表里边执行的那些选择的语句，从基表选的语句，当然了也可以加上一些权限的一些条件，比如说 with， 然后可选的值有这个这会有空格 SCADED 好像是，然后 local 本地的和检查选项，这样这几个。咱们前面用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语句，最简单的语句。那现在咱们开始创建一下，比如说咱们就针对那个学生那个表来创建，比如说刚才咱们已经做过了，就是部分字段去创建视图，比如说 CREAT 创建 VIEW， 你看创建或者 REPLAC 或者替换 VIEW 视图，比如说我写两遍假如说这块是 STU3 吧，你看 as SELCD 选择名字年龄性别，我只要这三个 from 从 STUDNT 只从这里边查出来，你看一下。当然了我可以按 ORDR 或者是年龄 AGE 外条件 AGE 年龄大于40岁的，你看创建成功了。这样的话我查看一下这个视图，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VIEW 是 STU3， 你看这三个字段年龄这是大于40的，看一下这还有个330，这是咱们输入错误的，看到了这个视图了吗？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创建。那我创建替换，你看我再创建一次还可以成功，因为有的话我就可以替换，比如说替换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比如说我再加上 email， 你看一下现在我再查询这视图，
就多了一个 email， 所以原来有的你就可以加上这个替换。如果不加替换的话，两次创建的话，视图名是不能重复的，视图名也不能跟表名重复，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创建。当然了，创建视图我可以可以通过什么显示表的方式，你看不仅能看到这里边就有一个 student 表和分的表，分数的表，其他的都是视图，可以通过查看表的方式看到。为什么可以这样呢？你看，因为我们在这里边也有这些个结构，但是呢它不存内容的，所以通过查看表的时候查看到。也可以像看表结构一样去看视图的结构，比如说 DSC 是看表结构的 STUDNT， 你看一下。当然我也可以使用 DSC 看视图的结构 STU3， 你看一下，也可以看视图的结构。所以跟表的操作方式呢很像，如果你熟悉表的操作呢，那么实现它就没问题了。当然了，咱们这个也叫做实现定制的视图，就刚才咱们说从选择这几个字段做的视图，这个定制视图。那我们还可以做存参视图。什么叫存参视图呢？就是根据条件不同然后去的不同，也就是使用子句和函数操作视图的结果是一样的，可以通过传递参数来控制视图的结果。其实这个呢，我在上面这个条件里边都写了，这里边既指定了几个字段，又通过了参数年龄大于40，就咱说跟外边写的条件是一样的嘛，对吧？然后呢咱们还可以比如说修改返回的一个列名，也就是表的列名呢解释表列的，也就是字段的命名约定呢，通常是为了方便成员使用，而这有时候呢会让终端用户很难阅读，也就是使用你这个表的那些用户很难阅读。所以我们在使用视图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创建视图的这个选项，你看创建视图我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选项呢，列表，那么就给你起成其他的名字和那表是对应的，就相当于我们在选择表的时候表字段的一个别名，比如说创建直接我也不替换了，视图 STU4， 这里边假如说我这里边写上 STU 学生的名字， STU 学生的年龄， STU 我这里边都可以加上这个双引号，我这里边单引号我就可以不用加下划线，你看啊，自己起的名字，学生的名字，学生的年龄，然后学生的这块给字符串，学生的性别，然后当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去随便加学生的 email， 这几定制这几个字段，然后作为 select 选择，选择什么呢，也得跟它对应，跟这个视图这几个字段对应的，比如选择从那个学生表里边选择 name 年龄性别 email from 从学生表里边 student。哦，这里边创建视图它 S 创建视图这个作为 select， 这里边这块少了一个逗号，哦还不对吗？咱再重新创建一下 CREAT 创建VIEW 视图，视图名比如说咱们叫做STU45 吧，然后回车加上括号，假如说这家单引号 STUDNT 学生的名字，逗号 STUDNT 学生的年龄，然后学生的email 地址 email address 地址，然后电话比如说 telephone 电话括回来，作为 select 选择 select 选择名字，然后
年龄，email， 电话 phone， from， 回车吧 ，from 从 student 这个表里边，比如说 order old by， 我们来随便来一个，比如说按名字 ast 正序排序，这两条语句写的没有什么区别啊，难道我不加这个单引号现在没有错误了？错误原因应该这会儿不是单引号啊，我这会儿敲错了，这会儿应该是反引号，学生的名，反引号一旁边那个键，学生的年龄，学生的性别，学生的 email 地址，因为中间有空格，你肯定不能，要没有空格的话你可以什么都不加，这跟字段那个创建表字段列表一样，加上反引号中间有空格就可以了。你看创建成功了，现在你看我查看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stu 4里边，你看学生名，学生年龄，学生性别，学生 email 就都查出来了，这样的话给用户带来的可读性就更高了，也就是我们在创建字段的时候可以加上这个列表，可以加上这个列表，然后这块语句声明当然也可以加 where 条件，加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属性是干嘛的，这个属性干嘛的，这个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MySQL 它有几种类型了，也就是视图，也就是视图有三种类型，这块视图有三种类型，都哪三种呢？一种是 MEG， MEG 错了 ，M ERGE 类型，还有第二种是 TEMP TABL 临时表类型，就是第二种这个，还有是默认的 undefined 类型。默认的安迪范类型，也就是视图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通过谁指定呢？就通过在创建语句的时候视图之前使用 algorithm 使用这个来指定，比如说指定 merg， 那么创建视图的时候我们只要加这个就指定第一个类型了。那这三个类型都干嘛的？比如说如果指定这个类型了，那么呢就会，如果指定这个类型，如果在使用视图的时候会将什么引用视图的语句，引用视图的语句它的文本与视图怎么说呢，视图的定义结合，应该说定义合并起来，也就是结合起来，这样使得呢，使得这个视图，视图的定义的某一部分，某一部分取代语句的对应部分。那这个呢，单纯这个定义上呢咱们是不太好理解的，那咱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比如说SELECT select，我在这里边假如说咱们就做一个创，随便创建一个视图，你看 CREAT 创建 VIEW STU 6这个视图，然后所有的字段都取出来，然后比如说 SELECT select 星 from 从 STUDENT 这个里边，你看咱们这里边从这里边 where 条件，年龄我一定要是大于15岁的，取出来，这块儿看有一个错误吗，少，又少了一次 as 啊，六这边已经存在了，那咱们这边怎么存在7吧，看一下啊，创建视图7
从这里边，现在我查询这个视图，行 from 从哪个里边呢 ？STU7 里边，你看年龄都是大于15岁的，年龄都是大15岁的。现在怎么能将？现在这是创建宇宙的视图里边有个条件，年龄大于15岁的。那现在假如说 select 星 from 从 STU7 里边，我查询一下 where 条件，年龄必须小于，比如说50岁。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大于20，小于大于15，小于50的。那这条语句就和原来的创建视图的语句它俩结合起来了，相当于执行原表的这个语句，星 from 从 stud dent 这个表里边 ，where 条件年龄大于15，并且年龄小于50。你看这两条得到结果是不是一样？所以使用这个语句之后，就相当于你在执行查询视图的时候，你在写条件的时候，或者是写一些其他东西，它就会和你原来创建视图的条件合并，就是会将引用视图的语句，我现在写这条语句就叫做这条语句就叫做引用视图的语句，和原来创建视图的条件结合起来。你看我创建视图的条件是不是小于大于15，结合起来，所以得到的结果虽然我只写个小于50，其实呢创建视图时还有个大于15呢，它俩就结合起来了，形成的最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语句，两个会结合。那如果指定临时表呢，这个是如果视图的底层表中的数据有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就会在下次视图访问表时立即反映出来，如果指定这个临时表。当然了，我这个现在我还没指定这个值呢，创建的时候它也是这样的。假如说我在创建这个表的时候，你看啊，刚才我没指定，默认呢也是结合起来了。一会儿咱就看有个选择，你看我现在假如说我加上这个词，假如说我在这块使用刚才咱说的 algorithm 等于 merge， 写错地方了，比如创建视图8，那说没加这个不也是组合吗？又写反了这条语句，重写一下 create 创建，直接创建后边直接指定类型 algorithm 等于 merge， 然后视图 stu8， 像这个选择语句，选择星 from 从 stu_dent 的表里边 where 条件年龄大于15的，看这样。那我现在写法跟这是一样的，为什么？那现在咱们先把这几个都介绍完，然后你再看一下为什么。假如指定临时表当中说了，这个视图结果呢会置于临时表中，然后呢再执行它。如果指定这个 undefined， 你看 MySQL 呢将选择所要使用的算法，如果可能，如果使用这个 undefined， 也就是你没指定的时候，默认就这个。那如果可能的话，它倾向于默认就使用 MEGRE 这种算法，因为一共这两种算法，它就是在上面两种之间的选择。你看啊，如果可能的话，它倾向于这种算法，因为呢倾向于这个而不是这个临时表的算法，这是因为呢它通常呢这种方法更有效，而且如果使用临时表呢，视图是基本上是不可更新的。什么时候可以更新？就是视图里边记录必须跟季标的记录一一对应的时候才能去更新，否则是不能更新的。
这点呢希望大家能注意。因为创建视图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限制条件，所以呢我们通常指定的就是这个一般我们创建的时候都直接按 define 的就可以了，也就是当视图指定按 define 算法时，所以呢 MySQL 会确定使用 major 和临时表中的哪一种。虽然有些特定的情况下呢会选择临时表的算法，比如说在查询中使用了一些统计函数的时候，但是其实一般的情况下 major 算法的效率会更高。因此呢除非从查询语句中可以看出某种算法要优于另一种算法，否则呢就应当使用这个默认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块呢你不理解也没关系，这块就不用写，通常咱们都使用默认情况就可以了。那创建这个语句除了这块指定这个视图的三种类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后边加上这个位置，加上这个位置 local check 检查的选项，还有加上位置 CASCADED CHECK optation 后边呢还有这两个选项，这块两个选其一个嘛，一个检查的选项。那这两个选项是干嘛的呢？你看一下，当然创建视图语句还有一些其他语法，这里边呢咱们就并不那么一一去介绍了。也就是这两个，假如说跟上创建视图的时候，前面咱们都没加这两条语句，创建视图如果跟上这两语句了，就决定了是否允许更新数据的时候使记录不再满足视图的条件。那这个选项呢与 Oracle 数据中的一个类似选项相似。那加上 local 这个，也就使用 local 这个 ，local 就是本地这个的意思是，只要满足本视图的条件就可以更新，满足本视图的条件就可以更新。一会儿咱们做实验试一下，你就清楚了。如果使用这个词的话，这块 CASCADED 使用这个的话则什么则是必须满足满足所有针对视图的条件才可以更新。更新指的是插入更新语句和插入语句都可以的。比如说这里边我随便创建一个视图 CRET 创建创建或者是 REPLAC 创建视图，比如说 STUVE 就 STUV 吧，这样的一个视图。那么 select 选择，比如说选择星 from 从 student 里边，然后我加上一个条件年龄必须是小于100岁的。看一下，假如说我加上位置 ITWITHCHECKOPTLN 选项，创建或者替换少了写了一个 VIEW 视图，这个作为 selecting from 同学的年龄小100岁的位置这块咱们默认它就是local 的，后边我不加这个也行。 STUND 位置 CHECK OPTLON 没有写错呀。STUDNT 学生这少加了一个 var 条件。好，你看我们创建了一个视图，前面咱说了介绍视图的概念的时候，咱们又说了一个这个概念。你看可以从一个或几个基表或者从一个或多个视图中创建其他的视图，
那假设我在这个视图记忆上我再创建一个视图，你看啊 CREAT 创建，或者 REPLAC 创建一个 VIEW 视图 STUV 下划线一这个视图，作为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这个，我从 STUV 我是从做这个视图的时候我是从上边的视图去处理条件的，然后这加上 var 条件，刚才呢是年龄创建这个视图的时候年龄是小100的，这个年龄要大于比如说50，然后加上这个选项 WITH local local CHECKOPTION 加上这个选项，你看一下我创建了视图一，记住了我后边加上是 local 这个选项，也就是这块我用的是第一个，只要满足视图的条件就可以更新。那我再创建一个比如说再创建一个跟这个一样一模一样的一个语句，只是我条件换一下，你看这个语句我只是创建一个视图二，然后选择这个年龄也是大于50，只不过我把这个 local 换成另外一个词换成是 CASCADED。好，现在视图一视图二都有了，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两句话。如果使用 local 那块，那视图 student v1 这个视图就是只要满足本视图的条件就可以更新。比如说本视图条件大于50，但是创建最早视图呢可以是小100，现在你看我满足本视图条件只要大于50就可以。你看啊，我这里边随便执行一个什么语句都行，我就更新吧 update 更新视图，比如说STUV 下划线一，第一个这视图这块设置年龄等于120，因为它满足本视图是大于50的，满足本视图，然后就直接我就直接这么写吧，看能不能更新就完了。你看可以更新，没有出错误，更新成功了。但是我同样的语句更新这个视图二，你看他俩一模一样，只是我这块写了检查语句了，只是换了一个这个词，把这个词换成它了。那它必须满足所有条件。什么叫所有条件？不光是本视图需要大于50的条件，也要满足，因为这个视图是通过另外一个视图创建的，是通过 STUV 的视图创建的。STUV 的视图呢需要小100，你看这个更新的时候，上面更改一个了，这个你看一个没更改，你看查询一下星 from 它没提示错误啊，从这个 STUV 下划线2里面星 from STUV 下划线一里边数据怎么都没了呢？看一下啊，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student 里边，原标里是有的，这块执行的 stuv 创建这个执行的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stuv 里边有数据，然后我创建了一个STUE 使用的是 local 这条语句 SELECT 星 from 从 STUV1 里边年龄没有大于50的吗？哦，这个年龄没有大于50的，那咱们换小一个条件啊，比如说年龄大于5的，年龄大于5的创建或替换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STUV 下划线1里边，好，年龄大于5的有了，然后创建一个2的年龄也让它大于5的，它俩条件是一样的，你看 SELECT 星 from 从 STUV 下划线2，好，都有了。然后我更改第一条的时候，你看啊，上面有这条语句，
那更新 SUV1 的时候，设置年龄等于120，我把年龄全改了，你看四条我给更改了，新 from 从哪个里边 ？SUV 下划线一里边。嗯，四条被更改 ，STU。哦，改成120，四条被更改了。行，查不出来了，就因为它条件已经不满足那个原有的那个结果的条件了，因为更改视图也更改原表了，所以再从原表里边是120查不出来了。咱们再创建原表，这个从小于100的创建这个，然后再查看一下，啊，这个原表都改成120了。这咱就不是了，因为改完值了，咱说了，怎么说呢？如果要改成这个值的话，假如说咱改成这个值的话，在修改的时候，它不仅得满足刚才的那个条件，说大于5的那个条件，因为创建2的时候，咱们这块你看有了，看这块啊，创建2的满足不仅是大于50的条件，也要满足刚才那个小于100的条件，因为创建那个最早视图小于100，得满足这两个条件行，你要写120，它是不可以的。这样是，假如说有这个了，我再假如说 up date 更新 stuv 下划线2，然后设置年龄等于120，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出错的，因为第二个表怎么？因为现在这里没有满足条件了，它这里边都是零了，它是更改不了的，怎么更改也不了，因为它必须得两个条件都满足。虽然这块是满足了大于50，但是咱们创建最早表的时候呢，原来的一个基表的视图它是小于100的，所以是这个原因。所以咱们要从测试结果就可以看出，使用这个的只需满足本视图的就可以更新，但是如果使用这个的话，那么必须除了满足本视图的条件之外，还要满足创建那个基视图的时候的那个选项的操作，其实这个意思。这是创建视图。那视图的操作呢，咱前面也看过了，视图可以更新、删除、添加，这就是视图操作。这里边呢就是视图操作，我就不多介绍了。这里边当然了，你要注意有一些，比如说视图里边使用像子查询，也就是也有视图呢，定义呢它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在 from 关键字后面一般的不能包含子查询，这和其他的数据库不同。如果视图是从其他数据库迁移过来的，那么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改动，因为他们数据库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将子查询的内容定义到一个视图里边，然后对该视图再创建视图，就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了，相当于子查询的功能。那么呢，当然了，视图的可更新性，也就是刚才说咱们要做的一个视图操作，插入视图啊，删除视图，这样的可更新性，它跟那个查询的定义有关系，就是 as 后边的 select 那个查询定义有关系。如果在查询语句中，你使用了一些统计函数，比如说求和的最小式、最大值啊，统计多少条数等等，还有像 group by 啊、harrying 啊、联合查询啊等等，还有使用一些常量视图啊，还有子查询的内容啊，等等吧。那这些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呢使用视图呢尽量避开这些就行。更改视图呢跟创建的视图的语法基本上一样，只不过就关键字换了一下，其实就相当于你有替换也可以了。比如说更改，只要换成一个什么词就行啊，你看啊 ALTR 更改视图，比如说咱们 STUV 假如更改这个视图作为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stuint 这里边，你看就直接更改了 select 星 from 从 stuv 里边，就不是原来创建那个，就是更改的。所以呢它的语法上跟我们这个语法基本上是创建表的语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一样的，只是我把创建的词你改成什么更改而已，用法是一样的。哎 ,LTR, 所以你会创建了，那更改呢肯定不是问题。这是更改视图。那么删除视图也很容易，我们来看一下 show,tables, 来看这有这么多视图。假如说我现在想删除视图 ,drop, 删除 stu, 8, 删除 view 视图 stu8, 然后 drop, view,删除视图 STU7,STU6,STU 没有5但是有4，你看一下，或者 STUV, 那这几个视图都删了，你再show一下TABLES, 你看就剩这几个视图了，跟删除表一样，可以一个删除也可以多个删除。那我们来看一下查看视图，都可以查看哪几部分视图信息啊。比如说我现在想就刚才这个想查看一共有多少个表结构 tables, 这样的话能看到有一部分是视图，看到了吗？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视图的一个状态，你看啊，使用 show, 比如说显示表状态 STATUS like, 比如说哪个表状态呢，假如说 STU2, 因为这里边你不知道哪个是视图哪个是表，这个用大 G, OK, 你看就能看到状态是视图 VIEW STU2 名，其他空你不用看了，因为你刚才你在 show TABLES 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是，看不出哪个是视图哪个是表啊，所以通过这个比如 STU2 我就能看到是刚才看到是视图，那假如说 student 呢 ,STUDENT, 你看 student 就能看到这种，就能看到是表，都可以看到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看到视图状态的信息。那我想看到这个创建视图的时候它的有几个字段创建的语法呢，比如 DSC 可以看到 STU2, 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是这样的。我想看到创建视图的语法使用 show, 你记得这几个语句啊， CREATE 显示创建 VIEW 创建视图哪个视图 STU2 的时候的语法，当然我给它立过来，你看一下你就能看到STU2 的时候的语法，创建等于这个值，然后使用这个权限去创建的视图二，你看选择从学生表里边选择 name, name 名作为 name, 学生表选择年龄作为年龄，这就是创建表当时创建这个视图的思考语句，就知道它的基表是哪个，从基表里边选出了哪几个字段放到视图里边，都可以通过这个查询出来，都可以通过这个查询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查询的方式，比如说我从系统库里边形容 from, 从 information 里边的 schema schema.views 里边也立起来看，能看到我全部的视图，也就是我系统全库里边能查到的所有的视图，这个呢会比较慢，因为从这个系统信息库里边去查，等待一下，你看就能查到了，一共这里边12个视图，就能看到这个库里边有什么，当时创建表的语句哪个用户创建的都可以看得到。这就是查看视图删除视图一些操作，视图呢比较容易，因为它就是一张虚拟的表，你只要记住视图的作用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就是在外部开发中如何使用视图。其实呢将视图结合到外部应用程序中呢非常的简单，毕竟呢视图是虚拟表，可以像典型的 MySQL 表一样来管理，可以使用 select 语句、 update 语句和 delete 语句来获取和操作所表示的一些内容。那这咱们呢做一个示例，比如说假如说
一个用户表里边有很多个信息，那么呢登录或者是登录的时候呢，像这样登录的时候咱只查询用户名和密码，所以呢我就可以专门把用户名和密码做一个视图，比如说 create 创建 VIEW 视图，假如说用户的视图 VIEW， 然后这里边我只要两个字段，一个用户名，一个是密码，然后作为 select SELECT 选择名字和密码，from 从用户表里边，假如说咱有这用户表，这用户表里边有十几个字段，那我现在呢只取出了两个字段，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在外部程序里边使用的时候，验证用户登录的时候，我只要通过这两个字段来验证用户是否可以登录嘛，所以其他就不用使用了，所以我只要把这两个字段拿出来在程序里边用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应用。然后我们的提取速度呢也会快一些，然后呢安全性信息也会好一些，通过这个表。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一些复杂的操作，假如说像前边使用 show 查看一下，你看咱们这里边有一个学生这个视图 SELECT select 星 from 从 student VIEW， 看吗？这个呢并不是说一个表的信息，它是通过不是使用这个 S， 这是看一下这个啊 from STU， 咱们原来是 STUDNT， 这个表里边有这个信息，行 from 从SCURE 这个表里边呢有成绩信息，那这两个表里边关联的行，咱们就有一个视图 from 从STUC 这个表里边，你看关联操作，这样的话咱们就简单的语句就能把两个表的数据提出来。那我现在在程序里边就使用这样的语句，从视图里读数据，读数据，那么我这样的话在写外部程序的时候就变得简单了一些，比如说咱们就从这里边看一下是不是和真实操作表是一样的，所以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看啊，我这里边只需要建一个demo.php 的一个程序，我现在呢用 MySQL 去读取数据，打开 PHP， 比如说创建一个 MySQL 对象等于 new MySQL， 这里边我只要连接 localhost 连接本机的，然后用户名我使用管理员的，然后密码123456。当然了，如果你是用视图为了让别人看到假如说为用户定制的一些数据的话，你要使用登录的用户必须有读取视图的权限，但可以没有读取基表的权限。然后这里边咱们是细说 PHP DB2 这个库，然后你看我执行一条这样的 SQL 语句，执行SQL 语句等于 SELECT 选择星 from， 我只要从谁里边读出来啊，你看一下，只要从 STUC， 这是一个视图里边读数据，然后结果集等于 MySQL 里边的 QEY SQL 语句就可以了。你看我输出一个表格，结束的一个表格，然后这里边我就不用样式去控制了，我直接用表格的本身的属性，比如说 ALIGN 等于让它放在中间，给个边框宽度，比如说等于900-800吧，然后输出给个表名H1， 先看 H1， 这是 MySQL VIEW 视图的演示 demo， 然后我只要循环 while 循环 list， 从这里边你看咱们这直接全取吧， ROW 一行数据结果集里边 RESULT 结果集里边 FETCH 下划线 ASSOC，循环一次，我输出的是一行
TR， 然后结束的时候再输出斜杠 TR， 然后里边因为是读取一行还是一个数组 ，for each 再便利这个一行数组 ，row 作为一列，这一列咱们就得输出一个 td 了，输出一个 td 斜杠 td， 然后这里边连接上 $col， 你看一下，然后咱们做完之后将 MySQL 关闭掉。好，现在访问一下，你看这就是操作视图的方法。视图呢，现在咱们在创建表的时候已经把它创建完了，所以从视图里边读出来，这就是两个表的数据读出来，那么就变得很方便了。好，我们打开浏览器访问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成功。你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有姓名，当然我字段没列出来，有姓名，有电话，有 email， 有姓名，这个是年龄，有 email， 有电话，有各科的成绩。那我使用的操作就是如此简单，一条SQL语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加外的条件，比如说这块写上是，假如这块ORDR old by 按什么排序啊？按加 PRP 的成绩排序。哦，这里边 PRP C older by ORDR， 哦，这块没有，直接 older by 就行，我没加 while 条件，语句错了啊。你看，按 PRP 的成绩排序，当然你可以把字段都写出来，你就能看到了。咱这没有字段名，所以你不知道哪个字段，但是呢咱们的确这个是两个表中的数据就有了。这就是视图在外部中的应用，还是刚才他说的这两点，视图的作用将视图查询变得很清楚，在外部应用一样也可以保护数据。那么我读取这个表的用户只要有读视图的权限，那他只能看到视图中提取的几部分，并不能看到基表里边全部的数据，所以呢给不同的人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数据，这就是视图的应用。好，我们这节课呢就介绍到这里。那这节课我们主要就介绍了视图的应用，包括视图的作用，以及如何创建视图、更改视图、删除视图，以及视图的一些操作，还有查看视图的信息。那最重要的呢，咱们要把视图应用到外部应用中去。那和前面呢使用基表的操作呢，很相似。当然，你也可以对视图进行更新语句和 delete 语句来操作。好，谢谢大家，我们的视图就介绍到这里。